备一个伤痕累累的小紫薯，切成薄薄的厚片，上锅蒸熟，加入一小勺白砂糖，用组成的擀面杖架成泥，碗中打入三个蛋黄，加入适量的纯牛奶，一勺面粉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平底锅不用刷油，倒入面糊，开小火烙成皮，上面铺上紫薯泥，慢慢卷起来，切断即可。宝宝餐就做好啦，喜欢的朋友给个免费的小爱心再走呗，感谢大家。